MC 冷知识，老哥准备前往地狱探险，来到地狱后不小心着火了，然后老哥就用水把火浇灭了。在地狱里用水灭火，这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赶快艾特你的萌新好友过来学习一下吧。最后老哥找了一张船，然后睡着了。感觉有问题的打个一，感觉没有问题的打个二。老哥开启我的世界最高的画质在玩游戏，看见这个画质，你们现在的表情是你们表情包第三个表情包发出来看一看吧。然后老哥发现前面有一个火柴盒，老哥决定去里面探险一下，然后老哥就没了。都看到这里了，还不跟主播长按点赞支持一下？据说点赞的压岁钱翻倍。老哥正在往我的世界闯关，但是第一关居然是旋转的末地族。老哥看见这些旋转的末地族，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老哥来到了一片边境之地，发现这个地方过不去，然后老哥就拿出镐子把边境给挖掉了。这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挖掉边境，这不有手就行吗？老哥想给小鸡穿上合金套装，于是在旁边丢了一套合金装备，然后拉下拉杆以后，小鸡就变成了合金小鸡。这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快去试一试吧。老哥正在卖力的挖沙子，老哥的朋友史蒂夫看见了，说我要帮帮他，然后沙子就浮空了。浮空的沙子，这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老哥家里没有岩浆用了，于是老哥用两桶岩浆做了一个无限岩浆池，这样老哥就可以无限的收取岩浆了。这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感觉有问题打个一，感觉没有问题打个二。老哥正在往我的世界，突然发现自己家的小羊好像变瘦了。老哥发现了一只双头末影龙，但是这个末影龙好像有点奇怪。村民露出了你们表情包第三个表情包，发出来看一看吧。